3月19号起哦，加一个起哦，他们要来做那个强制拆迁的一个动作了。那以目前看起来的话，今天你们到这边来看的话，包括我早上7:05起来的时候听他们声音啊，有机器在移动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会做动的，结果看起来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那个迹象。那事务方面的话，今天我们去开那个协调会，要问他说哪一个时间呢、啊？议员在质疑他们呢，他们也答不出来，推给上面，所以现在是遥遥无期。我现在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说，在士林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民众他在参与杜坑，尤其是士林的网家，他们几乎在表达意见上面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包含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说，从最一开始到最后，就是大家媒体朋友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不同意杜坑的。可是今天建商可以把其他像郭元益大楼或者是周边其他几个就不同意杜坑的人排除，可是对于王家他们就是却采取一个不排除的态度。这计划书它上面有说交通用地的境界线可以直接当作建筑线啊，所以王家的土地应该是有建筑线的。那会勘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澄清这一点。那现在内容建设一直说我们家没有建筑线，然后政府不让他们排除在外，我也希望都跟处可以说明一下内阳建设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计划案里面啊，他是说这个地方跟交通用地是建筑线，但是在以前就是要先跟捷运局还有建管处要先会谈，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认同为建筑线。然后现在就我们的看法，是因为这边的马路，因为我们有一个面临现有项的原则，就是要3.5米以上的话才可以，就是我们三个单位会勘同意以后就会认定。那你们之前会勘过了吗？这个对，有没有？这边的其实这边就都、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申请啊，就以前这边的就是都没有，不是这个案子，以前这边都没有。这个切结束的时候，我本来我就跟伊讲，我无必要你的钱啦，你知影？包括你今仔来的这个重点，就是讲要切的当初建商一直跟我讲，我无建筑线。这两年话啦，一直讲我无建筑线，我们也不知道从哪边去找这个答案，对不对？那在到最近已经找到你这个建筑，就拜托你来到看，你知影？所以就这个部分说，我们如果是有建筑线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建了嘛，这个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当初人家讲，我们是啊建商讲，我无要按你的钱，我要参加这个竞争的。一开始我就跟你讲，因为建商应该你听到的信息，跟实际上面到现场以后，你可能会听的意见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从1995年他的在做这个都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跟他讲说，我无要跟你合作，无要跟你去就对了。所以他也讲，你今仔日媒体都希望说去问他说，王家哪个时候哪一个人能够拿出公你当初有跟公合建的代志，留下同意书拿出来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有问题。那我们但是建商这边的话去问他，他也拿不出来，就是表示讲我们一开始就跟他讲，对，他讲我给你提钱，无要紧，你提出讲你开什么支票，何必话这，你提出来，我给你提钱，安尼唔到一个道理。对，你别再跟他讲，在放媒体放话，是讲在登记的话，先讲讲，你狮子大开口，你爱能源啊，爱火力啊，讲这个没意义嘛，对不对？你要有证据，王家的人讲多几个跟你讲的，啊是提出讲那个机票那个号码，啊是讲有啥物签约的，你听清楚，这个才是数据啊，你听。我在这边啊，我们会帮着他们，我们也会盯着你们，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不要拿着公权力。鸡毛当令箭，不要这样用，绝对不能动。所有理清以后，你要怎么样，我们同意你才能动，这样对不对？对。这傻逼三来得来画图，这个是消防通道是要四米，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们很明确的，各位看一下子。我相信你，阿妈你来看。做检测，你不乖，傻逼三。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这个通要通往那个地下停车场是这一条路，这个叫做后街，你想说你的开个车子啊，你试试看怎么走，这条路怎么走？这边你这条路高十步西道，哦，现在这样弄个迷迷茫茫，
是双向的哦，我要讲双向的通道哦。哦，这边各位看一下，你的兄弟，哦，地方既然是设计的时候，竟然能够核准哦，2.6米也是双向通行的道路哦，不是讲单行的。麻烦你来看一下，我再看一下这个寸步。你两个来一个，看做一个了解，是不是2.6米？你来看看啊。我没跟你乱讲的，我应该讲。这么小的道路，竟然是双向通行，2.6米。这种房子绝对没有拆的。就是在所有事情你清之前，我拜托你们，这个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拆，啊，这是绝对不能动、不能拆的。你不能假借你的公权力，然后以霸王上面硬拆，这个到时候抗争真的会很大。啊，希望啊，苦民所苦，啊，为他们也着想一点。拜托各位啊，真的在这拜托各位。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我刚刚，我再重新强调一次，礼拜一啊，给我一些打字啊，我再等你。